台湾宾士今天发表第四代大改款 A Class， 拥有最新的家族面貌，豪华车格局的内装 ，NFA2 底盘与高效能动力，将改变豪华小型车市场版图。A200 与 A250 预计在11月开始交车，至于 Edition One 将在9月1号开放线上订购，台湾限量30辆。